老板娘不在、哦、那今天大叔一个人出去车博，但是不是一个人啊，是今天刚好那个四少有安排一个、哦、那个抓毛蟹的团、啊哦、那我们要去参加，我们、哦、表示有还蛮多人参加的、哦、那现在我是要往淡水的路线，各位看一下，我在这个路上已经塞了半个多小时了、哦、我觉得住这边的人、哦、真的、哦、光开个车就这样子塞、哦、好累哦。现在几点你知道吗？现在已经21:49了，还在塞、哦、这一条到处都在塞车，现在应该是属于下班时间了，有些人是要回家吧，不然这么晚怎么还那么多人、嗯、真的是骑脚踏车比开车还要快、啊、没办法，这里的路就是这样子、嗯、其实为什么这边不开个快速道路呢？车真的是有够多的，那这个毛蟹、哦、我们去年其实也有去抓过一次的，然后这时候又是季节到了，上次去抓的时候是遇到狂风暴雨啊，那今天天气应该不错了，不过以抓毛蟹来讲，下雨是比较好一点。哇，今天沿路都看到这个、哦、全部都是在脚踏车的，好多、哦、表示这边应该有赛事才对。这个是大叔以前哦每个礼拜必做的一件事情，那现在脚踏车对我来讲已经是一种休闲工具了，现在车博变成是我唯一的休闲了，那脚踏车只是运动而已啊。以前脚踏车是运动兼休闲，那现在脚踏车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车博的延伸工具。你看前面有两台、嗯、都是厢型车，然后上面都载满了脚踏车，这里是三芝、哦、然后叫田寮路了，田是稻田的田、哦、那寮就是那个寮啊，向左转，人家那种田寮餐寮了、哦、公寮的那个寮，然后是北十四，向左转、哦、这是我们今天的泊点，那这是一个停车场，在600公尺处，您将抵达您的目的地。然后这里有一个活动中心，基本上这个泊点应该晚上不会有人来了。其实台湾这样的泊点非常的多了。那通常我们会来这里，都是来这边抓蟹，或者是你来这边骑脚踏车也是可以的。因为这边左右两旁刚好就是自行车道，看这里还有公车站牌，这个叫做类停车场，其实这是一个空地的，那你说它是停车场到达目的地也是可以啊。哎，你们这些人夸张啊，是一杯你叫市场给你一杯是一杯好不好，各位乡亲好，今天是2019年的3月25号了。对哦，你对哦。哦，今天哦，咱欢迎咱的楼主阿清先生，再给咱介绍今天这周边的环境哦。啊，确定要带大家这个半暝啊一日游。对哦。啊，一夜游。啊，一夜游要创啥呢？看来那请咱楼主给您讲，大家跑来吃诶。
螃蟹到好，我是阿星啊，对。那这边其实是真的来玩过，然后发现它其实有毛蟹的踪迹。那提一下就是它的生态就是你一定要有溪流通到海，通到海它才会它把生存在这个环境。对，因为它长到一定的大小之后，它就会降海去繁殖生育下一代。那目前因为天气不够冷，所以海边可能比较少，所以明天早上可以试试看。因为明天早上是因为大退潮可以退得很远，那你搜寻的范围很广。去年我们在海边的记录了六台车抓100多只，要求了六台车抓100多只。那前几天我其实有来放一些陷阱在这些地方啦，对，当然藏宝图也给你们看的，可是你们也看不出来在哪里了，那个荒郊野岭你也可能没办法找到。对，那现在毛蟹在哪？上次来的时候其实田里面跟溪流里面都还有，其实你用灯就照得到，可是下面有土哦，要注意听哦，下面有土，所以你抓的时候你动作要快，不然它会钻到土里面，或者是你灯照到它，它其实就钻到土里面了。那你看，妈妈你看，不见了，所以动作要快。我讲的是这个，对，我说有虾子，可是我可以啊，那边也有两条溪，那边虾子非常多，那边也有放两个虾了，等下可以收。对，所以等下就可以让大家试试看。那，这边离那边走路一小段了，这个散步走的距离。等一下，是一小时还是一小段？一小段啦、啊。哦，你们讲话大概200-300公尺吧。诚实的讲，就是这个十字路口啊。我们刚刚不是有十字路口？对对对，篮球场那个方向。所以之前就说，停篮球场走路比较近。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啊，卡牌有没有那个？卡牌流行卖照。卡牌哦，那个，我们先问一下啊，为什么今天大家可以跟到那个毛蟹团呢、啊？是谁邀、啊？是谁邀的啊？谁邀的、欸？主办人呢？还没来呢。哎呀，四少还没到、喔。还没来呢，现在几台车报数、哦？10台等1台。10台等1台哦、喔。对啊，我下面四少跟他老板，我在。你多啊？来来来，你多是板桥，刚回到板桥。来来来，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这因为我对伊了解哦、喔，他们的生态哦、喔，在刚刚呢。这个七夕，这个牛郎跟织女相遇啊，你也知道一定会擦出火花，火花会多久？那个我们也没有看到，也不知道，正常是3分钟啦。但是会不会更久？就等一下，等知道了，请他再先说吧。对对对 ，OK， 他再帮你解释一下当今天晚上的情况。火花有多少？火花到底是3公分还是三分钟？好啊，我们把现场交给阿谦。好，谢谢。那其实因为这边很安全的，所以你穿拖鞋都可以。但是假设要到海边的话，尽量还是穿溯溪鞋或是厚底的鞋，像这种胶鞋啊。在那裡，因为海边就被那个人要扛啊，这种的，对。那近一点就没关系。那我们现在等四少来要去抓了哈。现在我们可以全部人都不见了。阿青没有自我介绍一下？再补一下。来。哎呀，你们干嘛？哎呀，叫啥？免个去吧，我个问过比较重要的问题。什么呀？去年呐、啊。去年他是单身呐、啊。对啊。但是我没有问过他。今年、哎、你那有办法带我们来抓螃蟹？因为我没有女朋友啊。啊。后来我们就想说，那过了一年了，我们再追踪一下他到底有没有？确实，这一年哈、喔，一年他变了网红以后、喔、他就交了很多女朋友。但是。到底对方有没有承认，还是他有没有承认？我们请阿青今天来我们帮我们再讲解一下他这一年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为什么要讲这个心路历程？你看去年有多少人来抓？现在只有我们2-3台啊。对啊，今年怎么那么多人？也不知道。对啊，越来越多哎、欸。啊，明年呢？明年跟包圆出来。毛蟹灭绝这样。这我们这个毛蟹团一年一次而已哦，那个明年要报名的请早。但是不一定会成团、啊。就这个团就要报名加进去啊。不一定会成团，哪里？对啊。那个会灭绝。对啊，螃蟹灭绝团。所以我们要推广，就是小只的就放他回家。对，那个适中的就可以。还有那个爆蛋的要让他回家哈。对，爆卵的。一米你就可以抓起来了。小只先那个留下签名了。我们那去年我们是有吃的、啊，十一风味还不错。对、啊，对的，我们那天抓了300多只，啊，放掉200多。狂风暴雨，那比这个已经是台风等级。我去年就是抓了这个啊，
有啊，你那个影片真的有啊，你们抓，我就抓这样抓了一个晚上啊，三万嘛，对不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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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抓了这个半小时就回来了。啊，我们去年哦来一台海力士，今年你看来了两台，明年搞不好来了二十台。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博点啊、哦！你看，我们不小心成立一个毛蟹团。我们要去哪里？抓螃蟹！抓毛蟹哦！那个今天是那个阿青担任团长，他是每年的哦，明年要跟着举手。要。哎呀，这走吧。我们要去哪里、啊、你要不要一边讲一边解说？不要玩了，不要解说。太乖了，你看，这趟可能要抓阿伟同都拿出来了啦。哎呀，你的嘛，我怕呢。你不要再讲一个白鹭鸶。白鹭鸶哦，哦，这里叫双湾呐，哈。那个。桶子装满就可以回家了哦。啊，没有装，没装满不能回家。哎，对对对对。没装满就在河边看日出。看日出。哎，这北人借了个。那边有。对对对对对。有没有听到海浪声啊？今天几点会退潮？明天五点半。啊，现在是涨潮吗？对。哇，那这一次没有办法像上次这样下去吗？今天不能下去啊！现在没办法，那下那明天早上下去会抓得到吗？有机会啊！有机会啊！因为也是退潮。嗯，毛蟹不是晚上才抓得到吗？啊，事情还没练啊。哦。还没练。所以今天要搞到天亮就对了。就寻遍整个山区这样。嗯。灭绝。我们那个灭绝，我们那个灭绝是开玩笑的哈。对对对。倚天屠龙记看太多了。抓捕、啊。哎。因为我们喜欢把哈、哦、车博结合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像这个叫做车博结合毛蟹的生态之旅哦，而且毛蟹是台湾特有品种嘛，对不对？对。哎，应该不是吧？台湾特有的。我们今天抓的是台湾特有品种。目前这个是日本绒螯。嗯，这是一条溪。对，这个可以等一下寻看看。哎，对。好，它这一条啊，这一条进来数量比较少，因为这一条是那个家庭备选。哦，我在想这个应该都没有感觉到大家，但是还是得看一下，如果有的话。哇，台风关系，它都改变地形。哇，地形又改变了，跟上次来不一样哎哈。对啊。而且你们上次还没那么脏哦。嗯，对。因为没擦那没关系。嗯。还要再跨过去吗？没有，因为现在这边就是要小心一点的。好，开始。好来。没有没有，先听我讲，先听我讲。哪些？因为毛蟹它怕光。啊，那我们一堆光哎。对，所以我们一照过去，它就会躲起来，就会吓跑。对。所以假设你等一下有看到的话，你照到之后就不要一直照它，你懂吗？不要一直照着它这样子。嗯。它都会躲在这个。可以吗？红光它会怕。红光红光可以啊。可以，那就换红光好了。对。嗯。或者是我先。边找，然后报给你们看，因为这边是上面的溪啊，这边灌溉农田的溪，溪水，对，这边就比较多了。啊，这边有虾子哦，虾子跑更快哦。虾子你照过去的时候，它眼睛是红色的。虾子是加菜的。那是这一条往上吗？但是这边只能照一小段，所以等一下绕过去走那个农田的地方。啊，你看到啊？这里这里。你刚刚喝了几杯？一杯还没喝完，看到没？红红红的，看到这里啊，看到没有那么大只？我没看到，三杯，你要直接抓起来，有吗？我有桶子。就算没有，你也说哇，好大只哦、喔！哎、欸，大只的呢？虫子，虫子，对啊。欸、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十根分这只。好，抓到了你就可以回家了哦。我那一条哎，那个还算 baby， 真的有虾子嘞，还算 baby， 是虾子。哎，没有去平海边，海比较少。虾子啊，我有看到，那边有一只啊。
卖酒，不卖酒。谢谢。等一下，我把金箍留了。那看。哎，汤啊嘞！来，钓到黑。哦，我是要多加呢。汤啊嘞！你这里虾子都这么大只哦。还有更大的。你看。哦，大只大只。哦，哎，把这金丝虾呢？对啊。来汤啊。够大只哦。对啊。哦，把这金丝虾。哦，哎，真的嘞！整个被咬破了。嗯，赶快哦！没有看过的走前面哦。我今天没有看过，所以走前面。一团加一团，对啊。好大一团哦！他们家螃蟹很多啊。哦哦哦哦，去打着什么？好，你过去就看到了，那里就看到了。嗯，哎呦，哦，嗯，快点走，没看到，他抓到了吗？好，这个应该可以吃了吧，对不对？我这边有放个陷阱，我拿起来看一下。好，要不要压？有没有东西会？有，要不要压？压笼子在里面啊！你看到笼子吗？笼子看一下在哪里。来、哦，一赔十，一赔十，一赔十。看到笼子啊？压、嗯、有，要压无这样子。压中了一赔十啊！我的桶子，一只、两只、三只这样。来压一块美金赔五十块，十块那个新台币，有没有要压的？这里有一个笼子哦。哦，有，好像有哦。晚上就有靠这一餐的啦齁。我们人这么多齁，你们现在只能一人一只脚而已。开奖哦，这边有陷阱看得出来吗？哎，看不出来了。哎，这虾龙哎。隐藏的很好啊。你放虾龙对不对？也可以见过。有没有中奖？没有啊。哎呦，有一只。哦，有哎。小的小的。哇。两三只吧，两三只。小的对不对？中小的。来看一下。同志来看一下，同志。同志，拍一下，拍一下。在哪里？看到两。嗯，来。两三只吧。它跑得蛮快的、啊。哇！哇！哇！三倍，三倍足了。哦，哇！早知道虾龙又会带我家的来，那你要来啊？我不知道，这里不没有很近啊，抱歉。哇，哇，这很还蛮多呢。对啊，二四七只啊，七只七只。哇，这些都是毛蟹，真的有毛？你放几个？下面还有一个。来，先盖起来。哦，妈妈。有一笼虾龙七只，这里有一虾子，虾子捞啊！我虾子不够，速度速度，来网子，要用网子，要网子给你，网子给你。哪里有线？你看得出来吗，妹妹？你看得出来吗？在叶子下面。对，在叶子下面，跟刚刚一样大的虾。嗯。开奖啊！我看给你们看。哦，大只的、哦，很大只哦。哇，很多哎、欸！宵夜有望了，你要不要换大桶？大只的、啊，宵夜有望了。对对对，大只的、啊，来换大桶子来，这边。大阿 B 讲喽，阿 B 桶是对的。今天阿 B 桶会满哦。嗯，阿 B 桶热销。我跟你讲，我还不止陷阱，还有好多的陷阱。哇、啊哦，好大只哦！来啊！哇！打龟甲哦！哇，全都大只哎！哇！哇！
好大只哦！好大只，宵夜有望。我就说要就跟陷阱走就好了，光走那么远，怎么有超小只的？我会徒手抓，真的像不像？放手，小只把它放生。小只要放生哦，小只把小只拿出来，对对对，小只放生。哇，原来我们之前抓的都是小只，还有人得意满满。啊，你有拎那个啥子啊？哦，会咬人。你看，哎，多个警察，刚好遇到警察，你问那个，你问那个姐姐。哇，这最大只。这边我们刚刚遇到警察，对不对？嗯。警察说你们在那个，你们在抓螃蟹。他就说那个蜥不能抓，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啊。像现在快点。那个前面那个蜥不能抓。啊，这一条是可以吧？这条可以。他有一个牌子。这条牌子啊。抓一只。那个警察以为我们要去那边抓。对，那边有没有啊？提醒你们，三万哦，嗯，那可以去帝王蟹。哎，那个风蜥，风蜥的不能抓啊，我们这边是可以抓的。哇，这只很大只哦。那只很大。哇，你明天要不要吃？为了一只毛蟹，你敢不敢吃？你敢不敢吃？敢哦。他喜欢吃螃蟹。原来你喜欢吃螃蟹啊？这边全部都给你。检查男的女的，真的，我说喜欢吃男的女的。那你看，知道已经怎么？哪一只是男的？来，你跟我讲。你跟那个大叔讲。哪个是男的？你找出男的，跟找出女的。嗯。你惊了呀？你惊？这是。这是什么？女的。你怎么看？这是女的。哦。那男的会是什麼？哇，你他想抓呢。原来你喜欢吃螃蟹，我们都喜欢吃啊。你下次你家要吃螃蟹的时候要邀我们，好，好不好？我们要吃大闸蟹。大闸蟹吗？你知道公的吃哪里，母的吃哪里？公。我这是公的哦，因为是长的，对不对？他好厉害哦。有蛋。这没有蛋的吗？母的有蛋呐、啊。嗯，原来他喜欢、啊、他会自己吃螃蟹哦。哦，他很会吃哎。呀，好秀，人家家厉害。哇，那我们这什么时候要来吃？明天吗？懂吃懂吃，会不会死掉？不会，我们就留大只的。对啊，那我们想、啊，我们要准备放生了。对对。哎，哎，好喜欢啊，两个。对啊。我觉得抓狼的累啊，龙嘴累、嗯。我们已经丢掉很多小只的了。来喽。好。再见。好多、哦！要快点长大。真的，明天、哦、明年见，明年见。拜拜。他们应该很快就跑不见了。他们怎么都动也不动？他们傻了，想说怎么会把我放掉嘞？看起来好像很痛。